备跟我一起去云锤了吗？阿庆哥没什么可以交代的，你只要记得常回来看看就行。还怎么成风火了？记住，人不狠，站不稳，不准被人欺负。哇，刚刚的大浪总算过去了，再给我找点吃的吧。这小家伙不一般，你是它的主人吗？
他从来都在你的。为靛蓝之火苍渊，童光，姐姐，不是和你说过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你是童光的姐姐啊？你好，我是。保护好童光。